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厨房赢知识，我是 Nemo， 今天聊点什么？淋点明油提亮，淋红油，淋明油。一分钟的时间，咱们来聊聊明油。明油的作用呢，可以增加菜肴的香味，提升菜肴的颜值，增加食欲。菜色莹亮是一道菜色的关键。明油呢，并不特指某一品种，一般根据菜肴呢，可以选择麻油、葱姜油、蒜油、动物油、辣椒油、花椒油，例如红烧翅根里的明油，选择的是普通的植物油，寥寥几滴，菜色大不一样。像一些红油辣菜，就可以选择辣椒红油或者香料油来增香提色。另外，明油和芡汁配合在一起，在芡汁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，就像镜面一样，俗称明油亮芡。明油的使用呢，一般在临出锅前，切记量不要太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到这儿。如果你对烹饪有什么想了解，